我们电视金钟奖的星光大道，我是千佩，我是楚虹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那么现在来到我们星光大道上的，哇，这是我们年度荧幕最佳情侣，也是我们收视纪录的男女主角，欢迎新戏啊，这个角色演活了，还有继承戏，得奖会永远他，拥抱加礼貌性的亲吻。我想看一下，是不是？想不想看？想。哎呀，谢谢，太好了，我们年度最佳一对情侣。